啊，即马在第三轮咧，第三轮，第三轮，我都可以心来慰，哦，对不？这个查甫人哦，有的窃窃私语，嗯，有的闷在心里，不讲出来，安尼，嗯，所以像这款咧，要来派相咧，秀慧。那我就跟杜新田跟李子生啊，哦，对啊，队长答应吗？绝配嘛！你拜托你当作阮莹莹啊，吼，那个小梦之类，啊，人家不跟你啊，就是我刚刚有生气啊。哦，你派杜新田，哎，啊，阮这边派我，凡哥你来，你来，我来李子生啦，你够拍谁啊？对啦，因为他们今天这个也是一个和，哦啊，所以个人的是贴身混搭啦，混搭混搭混搭，啊，所以你这边不会够派人啊？不啦，都是李子生，就这样，李子生，然后那这样我们的分数可不可以李子生还是李子生？对，是没错，杜新田还是杜新田，但是我你很有意思，我打拜托你给一对呀，对啊，拜托，你买一对哦，直接 PK， 可是李子生你们就想，因为他们在换衣服，让我的家，那李子生要唱的歌曲是《浪人情歌》啦，哦，浪人情歌，挪威的森林，哦，喝爱一起拜，好了，阿南就要开始来唱这首歌，欢迎李子生、杜新田。几千盖，爱的好轰轰烈烈哦！我说爱你几，还有小王来出来讲，对啊，那在家里念出来，你要不要来说明？后边你个行过，搁加亲，你加亲哦。啊，我处理啦。好啦，我不要讲。我哪说要处理？乖，对啊。啊，你已经恁都结婚啊，你为什么还让你老婆对啊开始唱？我要搁爱你几摆。他其实就是你讲过，你都无讲话。就是在讲，可能现在结婚之后，但是有一点。在想之前跟前任，就是所以新田跟那个蔡健雅一段是回忆的一段，不是他们已经真的结婚了，我让他跑了，有一点嘛遗憾，不是后悔，啊，真的是后悔，真的后悔啦。这条歌有一点盲点呐，不是讲一开始了后啊有囡啊，有囡啊，所以开始结婚，不是啦，不是这么复杂，安尼拍处理，安尼拍处理，啊来。迄个两位老师吼，今晚两个真的势均力敌啦吼，来一二三，请男生或女生，很小的，买你两个拢惊人美，这个新鲜配，这外该选择，我要解释一下，两个都唱得那么好的时候，你怎么去做比较？这一组的比赛应该算是，男女配型，刚好就是满分，满分哦，哦，再来。